干没了。多亏这 GoPro 给放上去。那放的。媳妇的话就是说，现在说肯定就是说那个凉爽，就是说就是。他咋有点中午那会儿正好？对。哎呀！哎呀！加上加上安全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那是眼睛，佳佳。蹭他正那儿呢啊。
个链。Just probably do it again. Yeah, that is so funny.